行嘞，请坐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实在真欢喜，即届看到遮侪人来甲咱大家同齐，要来为着咱台湾，为伊一条来拍拼的时阵，我相信咱大家心情拢是共款，拢相像吼。因为看到最近的新闻内底，咱拢会知影讲，侪侪代志，拢哪像无像咱所想迄种共款。所以伫即届即个课程，就是我要来介绍讲，咱台湾人伊所失去的政治观念是啥物。检查你规世人，莫去想着遮个代志。也毋过，当你去甲思考的时阵，常常我拢会着惊，感觉讲是安那，咱看到全世界国际迄种观念，敢拢无相共款。所以伫遮开始，我真爱要求大家讲，咱若是为着台湾这条路要行，咱爱清楚啥物是政治，所以等会记你伫古早开始，咱会记你古早的时阵，咱的政治是啥物？是咪干那单纯用伫选举？那么你若用伫单纯做选举的时阵，会带来啥物款的效果？伫遮，我先用一个简单的影片，吼，大家回忆一下，吼，回忆一下讲。这个情形是咪伫捌伫学校捌发生过，还是讲这个情形捌伫你厝边隔壁，还是伫咱的权力办公室拢捌发生过？因所谈论的话题是啥物？尤其咱的影片内底有讲到，咱这个教育单位，伊用啥物情形来教育咱的囡仔？好，咱来看这段。一开始，咱用这个来做咱的开头，你。会当去想看卖，讲这个情形，咱是做啥，做着啥物代志哈？好，来，可以吗？哦，来。哎，这播放可以吗？哦，不是不是，嘿，谢谢。影片，好，那没关系哈。我先给大家介绍哈，咱今日要讲的这个关系内底，就是讲到讲，伫一开始，咱可能那对着政治，有侪侪人拢会甲咱讲，哎，政治实在是袂插的。可能你真久以前嘛，捌听过这句话，恁那要。从事政治的活动的时阵，人拢会甲你当一个帽啊，讲哎，你就是咧啥物插政治。也毋过，当大家讲政治袂插你的时阵，咱毋知有去思考过无？当一个国家制度，大家若拢莫甲关心，咱会变做啥物款？所变起来物件，就是变作。好的人真好，无好的人真好，无好的人真无好。这是咱目前对着台湾咧看到生活环境的关系。所以呢，伫遮，咱爱真认真去思考一点，讲伫古早咧选举的时阵，是毋是拢用钱咧买票？我最近去看到足侪人，因将家己竞选的这个办公室拢甲关起来，咱敢知啥呢？因即马拢一间一间一直甲关起来。本来只有真济服务处咧，红坐咧，红泡茶咧，红做啥时阵，但是即马一间一间拢一直收起来。我去请教遮个朋友讲，请问恁啥呢？那无阁继续为人民服务咧？你敢知伊个答案是啥物？伊甲你讲。咱即马就爱过两年后才有选举，所以阮即马排落伤早。所以，咱的
各位兄弟姊妹，你听到这句话时阵，你的心敢袂岔一条？原来这个活动每一个服务处总是咧互创啥？选举的工具之一尔。每一个团体组织拢是咧做选举的团体，拢是为着讲，人啊咧选的时阵，咱来举旗啊，来创啥创啥。但是参与伫这个活动的人，伊目的要做啥？当我甲伊深入了解。我去各地方看到因遮个人渐渐散去，因拢一个共同的心声，就是讲，哎，阮吼，甲这个候选人帮战遮济年，拢无啥物好处予咱，所以后边我袂甲支持。有济济人嘛讲着讲，我迄时阵甲伊斗分传单，拢无甲。做义工，拢无甲领薪水，安尼一直甲做，一直甲做。当着伊做着立委、做着议员的时阵，伊确实无来介绍一个头路予我做。所以，咱台湾人所认识的，就是啥物？插着选举，就是讲我一定要进入这个政府机关，为着我的目的，我才要入来。伊毋是为着要做啥？要来对台湾讲一个大大个改革，唔是安尼。相对我看到遮个咧参与选举的人，伊每一届咱甲咧讨论的时阵，伊所报吼卖完的代志是虾米？就是讲，我对头到尾拢甲支持到底，也毋过，当阮四人过往去的时阵，伊确实拢无来。所以台湾人啊，咱的政治不是干那要来甲你拜访、来甲泡茶、来甲你拍招呼、念香安尼而已尔呢。咱期待伊要替咱做的代志是啥物？是讲你着爱好好啊监督咱的官府的经费，好好啊监督咱国家的经费，袂使你乌白白。当我拄到一个立委，我甲请教讲是安怎？咱敢知影台湾的这个台电买三支螺丝，请问开偌济钱？三支螺丝，这个三支螺丝拢总听讲开1亿7千几万，买三支螺丝，1亿7千万买三支螺丝。我敢真想要看讲，迄螺丝是生做啥物款？是咪比人较大支，还是讲迄个螺丝像咱厝遮大支，啊锁落去？永远袂断，还是啥呐？结果网络马上有人甲攻击，讲这个螺丝一粒才10几万就买着，是安那一直爆起，一直爆起。而且咱的心内有几个人，有几个台湾人去思考讲，咱的立法委员是咧做啥物？咱拢无去想着。因讲一句话，当这候选人甲你讲。咱支持这个国民党有一个好处是啥物？就是吼，会吃再做。我相信这个句话伫咱生活当中无成分吼。伊讲，你个候选人你若个支持，你就是爱会吃再做，啊若袂吃咧都袂做。但是咱其他伊是要做啥物？敢讲单纯干那做这个路、做这个水沟、做这个路顶？敢是安尼尔？毋是呢。咱伫国家规个体制内底，有足济已经出了问题，咱无法度去改变。所以伫遮，我想，因为有济朋友可能无看到真古早伫学校发生过代志，你可能毋捌听过。咱来看卖吼，这段，相信你无感觉青分吼。对啊，是这样的。刚才啊，这个乡长那边有打电话过来，希望我们啊下午啊帮他到郭家长家去啊挨杀子啊，嘿嘿，给他安慰一下。他还说，如果他当选的话，这个男老师啊西装一套，女老师啊大衣一件。上次我帮13号陈明阳拉票，他当只送给我味精一包，哎，那当然要投送西装的喽。
到这吼，咱头前迄个片段咱知影吼，你唔知有感觉真青春无？无吼，你甲这个影片，你甲送对外国，互世界人有咧选举民主国家，伊甲你讲奇怪，这是啥物？我若甲讲这是教育单位，伊会讲恁这个教育是要教育啥物？敢讲要教育一个人，后盖互伊选举的时阵来去买票？所以有一个学生，伊嘛甲我讲过，讲我吼即马开始，我感觉唔免读册，是安怎？伊讲我即马国小五年，啊，我开始来帮衬厝边隔壁来去买菜来解服务。等我若二十岁了后，二十三岁，我用来参选啥物？我会参选里长。好，我来参选里长。根据我安尼服务大家遮侪年的当中，阮即传理我拢捌啊，所以我要来参选里长。那你若参选里长的时阵，绝对安怎会调？所以伫一个钟头内底嘛发生这种情形，一个对国外倒来一个真有改革理想的朴素，伊想讲咱要安怎让这个钟头，让咱的故乡会当甲国际会当相连哇？伊想讲我来参选，想袂到选输什么人？想输一个卖猪肉呢？我冷静去甲思考，讲是安怎一个朴素出来选的时阵，哪会选输一个卖猪肉？因为卖猪肉的人，伊就是逐天去安尼，伫个范围开始一直买，一直买。啊，卖人你若送伊加送瓜给伊吼，啊，伊就调啊，大家拢捌伊。啊，若唔捌的人，你讲你有偌好的理想，大家拢当作啥？当作讲这无效。所以渐渐渐渐，咱嘛看到拄只影片内底，学校的老师伊去参选着选举的时阵。伊感觉讲，这是真光荣。伊感受着讲，咱平平啊要选，爱选着送啥物物件诶，送西装诶。当即句话藏伫咱心内内底时阵，我相信遐家长敢未考虑着讲奇怪，即个学生囡仔伊是变哪共教导？所以回到咱台湾所失去诶物件，咱大家。台湾人甲大家免咧，你一项一项去甲敲锤转来。咱台湾失去的是啥物？大家互相无啥听。即我看到，逐位每一回，若开始咧竞争，我看到美国人，因每一届教育因的囡仔，就是讲你爱去帮衬别人，你爱用你的心情去帮衬别人的时阵，你才知影讲原来。咱会得到别人的帮助，也毋过中国思想的教育内底，伊甲咱讲啥物？咱至少门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。伊就是讲，你家己的厝扫好就好，啊，毋免管别人的死活。但是即句话若一直落去，一直落去，一直落去，所死的是啥物人？死着家己啊，死着咱台湾人。所以这是真恐怖的代志。伫一个教育单位，确实有一个代志，我若直接讲出来，相信每一间学校的老师若拢甲教育落去，我相信台湾毋是今仔日单的。我简单举一个例，咱有看到咱最近新闻拢一直咧讲着国籍的问题。我相信你出国的人，你嘛有看到讲。你有摕到你的护照也无？大家侪侪人拢有护照，也毋过伫遮我请问吼，恁的护照啥物色个？是安怎那绿色？啊变啊改个，啊佫有其他答案无？环保，哦绿色代表环保，无要紧吼。啊毋知佫有啥物款意见无？感觉即本哦改甲遮水。哦，咱用绿色的代表什么和平，甲油菜同款。但是你有发觉到日本什么色的？日本是红色的。马来西亚什么色的？马来西亚嘛红色的。泰国嘛红色的。越南嘛红色的。中国嘛红色的。只要那国家伊拢用红色的。而且你唔知有思考到是安怎，咱
用青色的是代表啥？独独有一个国家美国，伊是用蓝色的。当你网络甲拍起哩，你甲看卖啊哩。蓝色的代表外交官的身份，去到世界各国，只要落去，唔免签证，马上出关。当你摕到红色的是代表我这是合法的国家，我摕去唔免甲你啰嗦遐济。你看看，若无问题，你爱予我通过。独独绿色的，就是全世界难民。你若摕绿色，就是伫国际上，伊甲你当作是难民，安尼甲你款待。所以你免着惊，你免惊吓，啥？咱大概出国出去，奇怪，伊若知咱台湾内拢爱摆一空，就是伊看你的护照 passport， 就讲啊，绿色拢摆这边。是安怎？咱不甲讲，咱台湾人伊家看到你绿色护照，伊就甲你要专工要甲你骗，甲你怪，就是吃你个狗狗。你唔知惊未？最近新闻内底有一个泰国，这个国家，那甲台湾目前的生活水准是非常的无当比，迄、那个国家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歹，但是。咱台湾人摕到这本青色的物件、青色的护照去到因的国家的时阵，你知影因遐所有的人目睭就瞪大蕊，因为顾他甲怪啊，我顾孔明秀他摕啊，我顾外头啊他谈，所以伊就将摕到青色这本的人，那无你行团真危险哦，伊马上甲你请去边啊，甲你讲讲，你。有要提红包给我无？你甲讲，我是申请入来，先啊，得过红包给你。侪侪人甲讲，哦，你若不爱，安尼会杀你。当你开始要过关的时阵，检验的人就甲你一个卡棒，甲你讲，你这个卡棒有问题，所以爱拖入办公室检查。当你检查的时阵，伊甲你讲讲，你即卡卡棒内底有发现着毒品，侪侪人佫甲伊较紧靠近讲，紧嘞紧嘞，你较紧钱甲洗落就好啊，看伊偌济拢互伊偌紧。结果，迄、那个台湾人怎啊摕着落地啊剩的南山的怎啊甲讲啊，无我只剩几个泰票吼，泰国钱互你，啊你互我过，你知泰国人员检验员甲你讲啥物？伊怎对正边落底啊？摕一张美金出来讲，爱像即种的才会杀你。所以，迄、那个人讲，我不爱，我要行法律途径，我要用法律来甲你辩驳。惨啊！马上以毒品、携带毒品甲收押掉。当伊收押的时阵，伊讲啊，我啥呐呐，就爱互你收押。恁，伊讲无你叫恁的外交官出来嘛？伊认定你有法度救无？无法度，因为你摕这本是青皮的。当你若摕到正常国家红皮的，啥日本人伊唔敢，因为准讲日本人伊若安尼甲做落去的时阵，日本若要共抄这卡行李，伊的外交人员必须爱通知日本的大使馆，请你人来当者，咱来强制检查，安尼才会杀你哦。也毋过。你若青皮，谁在意呢？甚至伊甲你掠去的时阵，伊嘛甲你当作你这是国际难民。伊甲你讲，你若互我掠起来期间，若要食较好的，请你阁交钱。啊，若无，我就甲你关咧。啊，你若无阁交钱的时阵，我卡扣手扣拢做一遍，甲你扣起来，50块美金偷一项。等到甲你判刑的时阵，无代无志，去用关伫即卖也阁咧关。请问咱的政府目前现实流氓政府有法度无？无法度。当真侪这个家属去向外交部、甲丁前、甲马英九总统讲的时阵，甲马先生讲：“马先生，拜托你敢处理一下。”马先生讲啥款？讲：“哎，这吼，你家己想办法啦，这我嘛无法度。”你想一个总统，讲好做总统。做这种工作，你会放心未？所以当在这，咱看到什么？台湾未记得去敲锤，是讲第一，咱的国籍问题。
咱应该教育单位老师若看到讲，各位同学，今仔日恁摕到这本是难民的护照，咱爱要求正常的护照的时阵，我相信这个流氓政府马上爱离开。严格咱拢无，咱拢甲当作讲，咱是一个哦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啊，摕到咱足嚣摆，即马咱哦，佮改做台湾，敢若讲真会当通行。严格各位。当你这本青皮若无解释的时阵，你若摕到青皮绿皮的吼，你去甲大拢甲你当作难民。所以外交部伊嘛用着伊的方法来佮咱再一步欺骗。伊拍一支广告，几啊年前，大概三年前拍一支广告，就是讲一个人伊去美国的时阵，伊这本青皮难民护照甲囥的落地啊，警察看到。甲伊叫来问，甲问讲，请问你是倒位来的？伊甲讲，哦，我台湾。啊，拄甲问了时阵，甲问讲你住倒？哦，你是安尼正确？你是一个良民。你知毋知影外交部伊甲你标榜啥物？伊甲你讲，你看中华民国的人偌有尊严嘛？予人安尼问问的几句，连甚至警察佫甲你学讲，哎呀，你中华民国 good， very good。咱听到感觉唔知影的人，拢是认为讲，哟，安尼有影哦。咱即款若美国吼，啊，若要予警察甲咱问的时候，咱只要摕一本，甲讲我台湾来的，凡事伊会甲咱较优待，甲咱放过。好好。咱想到这时阵，咱认为讲咱的尊严一步一步咧建立，也毋过是真正错误啊！错误伫倒？你敢知国际法则内底，当你若拢无物件，你若拢无看护照的时阵，你行入街路，警察使甲你问话，袂使哩。除非我是现行犯，我是拄仔咧做歹代志，互抓到，伊才会使甲我询问。其他的时间，我若伫街路咧行咧散步，你拢袂使甲我问，嘛袂使甲我问我住倒，我啥物名拢袂使哩。世界警察不管美国倒一国，拢袂使甲你询问。但是独独当你迄本摕起来囥的落地的时阵，伊看到你这本，伊甲你讲啊，这毋知倒位来的难民，来，过来过来。咱是安尼呢，你毋知有发觉到无？啊！毋过咱即边甲你骗，阁骗一届，阁一届，骗久了后，伊甲你讲，讲，哎呀，咱即马台湾吼，哦，你看迄内底文字已经用哦，中华民国改做台湾，啊，即马阁甲改做啥物？改做啥物？咱也要要求，若讲有才调，咱甲改做红皮，甚至要求我要爱青皮迄本，蓝皮迄本。所以我当这个消息去伫地方去足侪庄稼所在，你甲讲的时阵，因大人讲，谁那那用绿色的，谁那用绿色的，伊讲，哎呀，这都是民进党的色啦，咱代表本土嘛。吼、哦，我甲讲无哦，你若袂，上好看当改做蓝色的无，吼、哦，蓝色的，因大人作甲骂呢，讲你都是国民党的，所以你要改蓝色的。哇！我看一个讲，安尼唔知变哪甲遮个人沟通。啊，毋过，当我伫遮甲大家讲了的时阵，我唔忙。你回去会用甲你的隔壁讲，伊若摕青皮，你甲讲歹势，你这本是难民证，真好当甲讲，这是国际难民咧用的。当伊去思考讲，奇怪，啊，咱哪会做着国际难民？所以，伫全台湾内底，每一届拢用感情上底下咧争论讲，台湾钓鱼台是虾米人的时阵，因伫遮拢无法度思考，拢会想讲，迄条离台湾较近，迄条台湾的，是安那日本甲咱食。所以，前一站的日子内底，前几日有真济日本，伊迄边的人掠到几个中国香港去的人，甲伊拘留。咱这边讲什么话？马先生，伊所讲的讲，我呼吁日方赶快放人。伊呼吁，注意哦，伊用呼吁尔哦，会放未放我唔知影哦。
中国什么款，要阁派渔船较济去甲包围，叫伊放人。但是，当咱伫住伫台湾的老百姓，伊认为，哎呀，咱也是爱靠着中国。你看，咱中国用渔船去甲包围的时阵，遐个人都安怎放倒来？所以，咱爱甲中国爱结合做伙，咱才会强壮，才会壮大。哇！伫遮听了后，咱毋知有看到台湾人失去的是啥物？准讲，若有即种情形，应该咱爱要求，毋是要求中国驶渔船去讨人呢？爱驶啥物物件？上好航空母舰迄只瓦良格号吼，甲驶过，甲讲来，遮人嫌冤。我相信迄台驶袂到位吼，啊无卖驶迄台驶军舰，伊袂无，绝对袂。所以侪侪人互骗去，那想讲哦，中国驶几百只渔船去讨人，敢若中国真有人道，真有感情。也毋过伫遮咱无认捌着啥物。当你若有法的时阵，请你驶军舰过去。当马总统马先生吼，我真歹叫伊即个名吼，我拢叫伊马先生。马先生，伊若发多卖用用呼吁，伊应该爱安怎？开这个军舰过，海军看到是中队甲驶过，甲讲你人不平安，伊有法度无？无法度。这就是咱唔知影，啊，毋过甲咱骗甲是非常非常彻底。伫种种的教育体制之下，咱已经发现着讲，台湾人袂使阁困累，台湾人判给的物件太侪。关系政治的物件嘛太侪，相信伫早期咧选举，你若伫庄头内底，拢会发现到一个真趣味的代志。伫我较早细汉的故乡，迄、那个庄头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青岛新村吼、哦，每一届因拢要求啥物，迄、那个村长拢出来做啥代志，开始一户一户讲，咱哦爱给你投票，爱投啥物人哦，你袂使投别人哦，咱爱投哦这个青。车轮牌这档的吼，咱才有法度得到照顾。结果开票迄天，开票迄天，算起来规通庄拢总出来投票，全部拢投予车轮牌，独独一张无出来投。迄、那个村长开始清算，一户一户一直问恁什么人无投，结果问到落尾是伊家己无去投。伊才讲歹势歹势，我太无闲了，所以叫人来投票，家己无投。所以这眷村的这种生活，是安怎伫咱台湾这个水准这悬的国家，咱会当该做伙？所以全世界讲到政治是爱讲到啥物？讲到道理、法理。但是我相信，最近打开学内底，我看到真侪学生囡仔开始。拢背一本叫做《论语》，背一本叫做《百孝经》，背一本足济中国的思想。伫遮，我一一来甲大家讲，中国思想对着咱头壳底的侵害是偌深啊！第一，中国思想对着咱白甲囝变作原始人，是安怎讲？因为真侪真侪爸母的心态内底，伊拢当作讲囝就是伊的财产，囝儿就是讲你阿该趁钱爱会记你啥物款，友好你的爸母，所以用这个友好内底一个孝，一个孝顺的孝，把甲予咱的囡仔后一代伊毋知变哪去生存。我伫遮嘛感受着讲，侪侪的爸母，伊要来看到伊的囡仔有成功有路用无路用。这是真用什么来做标准？用你一个月赚偌济？所以我会记得我细汉我嘛真奇怪吼。我一届写我的志愿，当我看到真侪同学写着讲，我的志愿就是要做一个科学家，我的志愿是要做一个总统，我的志愿要做一个伟大的人，我志愿要做啥做啥啥啥，每一个人拢去发表了后，老师那个讲，很有成就，真好。也毋过，
当老师独独甲我迄个我的志愿念予大家听，听了后，甲即阵我无后悔，因为我甲写讲，我的志愿就是要做一个驶拖拉机的司机，吼，因为拖拉机司机会使载着伊的物件，啊，为台湾头驶甲台湾尾，好好啊甲台湾好啊欣赏，啊哪驶哪欣赏，趁这个机会会使哪游览，哇，这是好顶的好。哦，那驶到宜兰海边的时阵，那会使看讲，原来这边的海是遮水。驶到西边这边的时阵，才知影讲，哦，这边的人是啥物生活。等我描述出来的时阵，讲这就是我真热爱的生活。等才写出来，老师讲一句话，你敢知影迄个老师写评语写啥物？无拍分数，干那写一个没出息。哇！哦、但是这跟我们的教育程度是发生什么样，一个官和家已经差别了。但是在美国教育里面，他教育孩子是要做什么？有用的人，他说你如果有路用，我就会杀你了。我只要我就对着社会有路用，不要说让社会团体来排我这个辛苦哈，我得过造成社会负担，安尼我都有够啊，甚至会使去帮衬着咱这个社会更加进步。各位，你唔知有看到咱即卖教育内底开始用啥物竞争，搁再竞争。为开始囡仔六点起床了后，你敢知即卖小学生为几点才入门倒来？哦，现在才九点呢，八点九点，然后你甲问讲，哎、欸，请问吼、哦，恁早上六点起床，啊，过来去倒位？去学校，学校读八点钟的册了后，佮一个第八节课，佮辅导课了后，佮较紧的书包歹呢，爱佮去倒位？佮去安亲班，安亲班佮摕一沓考卷，佮较紧的，你爱写写咧，较紧互我改。所以当伊咧考试的时阵，拢无咧思考，拢无咧思考。但是有真侪家长，伊大概咧讲的时阵，伊记伫过进前几日，伊背叫因囝背一首诗互我听的时阵，我听了讲，这是要欣赏伊的啥物？伊背啥物？背着一首，迄时阵拄啊清明吼、喔，哦，迄、那个做，对对对，吼、喔，清明时节雨纷纷。路上行人欲断魂，是安怎咱都安尼背甲遮些问题是考试拢要考，也毋过你有思考过无？清明迄、那个年，迄、那个扫墓，迄、那个情景，对着咱心内有啥物帮助无？绝对无。伊今日甲你讲讲，哇！清明时阵啊，大家心内拢真艰苦，啊，大家拢去扫墓啊，真艰苦。但是你即马甲看，翻过来看到即马的人，那每一届清明，那像咧游览同款，那像开一个工作会啊，开始伫遮来咧做活动啊，大家哦，咱的工作哦，扫墓，咱遮你看，算算子孙几百个，请问安尼有啥物利益？无利益。所以在这个教育体制里面，当他背这背得很好势，背到唐诗那么多时候，对到我们这个东西有帮助吗？跟国家有关系吗？绝对没关系。你如果斟酌一字一字去看读这些字的时候，我会记得国小我们教育里面跟你说，哦，高一撇，歪一撇，减一撇，就跟你扣几分扣几分的时候，但是现在如果两岸、哦、中国他们说的中共，如果做会的时候，你如果看到中共这些不知道要扣几分，我也一次提给老师说，老师啊，写这写出来剩几分，他说我看不，我说不杀你哦，阿盖你要回去共匪那里、哦、你看不不杀你哦。所以电视节目也开始说到什么两岸、哦、每日一词，我写我看到这个我连听都不爱听，因为这个东西是怎样对着台湾人的记忆一项一项把你打不去，对着你从这个你是哪位的人，一天一天把你消灭。直到这天的时候，他怎么跟你说要跟你训练做什么？我们如果看到四书五经那些伦理，你把斟酌一直把它一直把它读到路尾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，你哪来哪成奴才？
哪来哪先讲啊？国家代志吼，就是靠人去插就好啊。啊，所以咱拢唔免，咱吼在遮都缠好啊过日。所以伫遮每一过咧选举的时阵，常常拢有人甲你讲，投什么人拢安怎，共款啦，嘛是爱安怎，爱去做。也毋过，伫遮我甲各位讲，我用一个比咧，今仔日台湾人的心情是虾米款？咱台湾人的身价是价值几亿，这个无价的身价，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总是会当承接真大真大的产业，咱的财产是非常的多。但是一个老爸，伊有几百亿、三百几亿，讲我这个财产，等我的囝，伊委托伊的朋友甲伊讲讲，请你将我这个财产好好保管，有一日我的囝若大汉，请你将这个我三百几亿的财产拢总给我囡仔，即马暂时替你保管。好，你替我保管。等有一日这个囡仔大汉，可能伫倒位，等因老爸这个朋友想讲，哦，三百几亿我若总给伊，我就无啊咧。伊怎啊一个月摕两万块给这个囝？和迄个老爸囝讲，来来来，我无条件，无任何条件，我一个月奖给你两万块，给你开，甚至五万嘛无要紧，我逐个月给你五万。这个囡仔看看讲，阮爸爸这个朋友吼真好呢。哦，阮爸爸这个朋友是好人，伊完全无条件，逐个月奖应五万块给我开，所以我爱安怎？谢主良恩啊！还佫甲跪咧，甲拜，佫甲多谢，佫甲磕头。这就是咱台湾人即卖目前的情况啊！台湾人本来有一个老爸要将家产要予咱的时阵，咱感觉讲足欢喜的。但是咱无想到讲，这个政府流氓政府来甲咱遮，每一工予咱领偌济，领3000块。当我每一次去到各所在咧讲的时阵，甲因讲讲，恁都爱来承认你是台湾人，来请咱这个身份证，甲伊讲规波足济足济足济的时阵，伊马上举手甲我问讲，请问吼，我若申请你一张身份证了后，我3000块敢要阁领会到？哇，这就是我目前真大的感触讲。阿伯啊，还是阿伯的子，你注意啊，准讲你若拥有台湾人的身份的时阵，你会当承接的产业是偌大？伊无看到，所以咱台湾人的信心嘛，已经去哦，流氓政府安尼一个一个甲咱抬抬掉，咱剩啥物？剩做奴才尔。所以看到这种种的情形，咱不但要开始努力，当然努力的方向是开始去讲到讲，咱有侪侪物件碰进去了后，咱的关系到政治方面，咱变做一个领导，开始叫起所有的人，所以咱要提出勇气吼。当我甲我囡仔讲讲，当学校拿咧考试，写到咱。这个近代历史，那讲有啥物光复节，你答案应直接个写，没有光复节。老师那甲伊讲啊，这安尼无及格，无要紧。咱唔是要作怪，是要互伊清清楚楚讲，老师你唔知有读册无？你唔知有了解无？光复节是安怎来的？所以这就是要咱大家爱勇敢去做哈。所以伫遮。嘛，爱讲到一点，咱对着中国的这个诗词吼，背着足侪足侪迄个《论语》内底的足侪诗句内底，你感觉有一句是啥物？我大概听袂落，就是对阿公开始就交代伊的囝，讲你着爱安怎，爱吼认真做，认真做就好。华语叫做。
只问耕耘不问收获。当这句话，大家拢甲当作真理咧追求，开始要求个囡仔，你着只问耕耘不问收获。学生囡仔伊嘛敢若看到伊个成绩好就好啊。我个华语会考几分？考一百，我英语考一百，但我拢会当考一百个时阵，哇，我着是真了不起个人。当有遮个物件一直出来，一直出来，我着发觉着讲，咱目前伫咱社会内底，真侪囡仔伊为下早六点出门，卡下到九点才入门，拢总内底足足超过十二点钟的时间内底，拢咧堆啥物物件伫个头壳，拢咧堆一寡垃圾，堆一寡无路用的物件，甚至伊去用这个物件来去从事着一寡讲。爱，这就是咱的要追求的真理。所以第二项发生的代志就出来哦。你敢讲每一个学生囡仔，咱的后一代每一个人拢总会当，逐项拢甲考个一百，有法度无？成语拢甲考甲真好，四书五经、论语啥拢背甲足熟个，唐诗逐拢背背起来，有法度拢背起来无？无法度。但是咱伫遮，我读到做一个比较吼。当我国中的时阵，我看到一课，这个人物，伊敢若凊彩去英国留学，英国留学回来了后，伊就写一句，伊就随意讲一句话，迄句话就是讲：挥一挥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这句话老师就跟我说，这句要空起来背起来，哦，这句真好。甚至他就写一句，哦，这个人聪慧，聪慧意思是什么？聪明，哦，有智慧，对吧？但是当我作文写到聪明的时候，老师跟我说，这句是什么意思？我讲老师，你敢无读册，敢唔知影？聪慧就是聪明有智慧，啊，那聪美就是啥？聪明又美丽。伊甲讲袂使哩，无即句话。当我开始一直冲击了后，我开始一直去想，是安怎伊这个人都有法度？我讲那为什么老师是安怎即句聪慧都会使哩，聪美又不行？伊讲人家是谁，你又是谁？我讲啊，那这个人是谁？伊甲我讲，这个人就是中国真伟大的诗人，叫做徐志摩，近代诗人徐志摩。哇！等你开始，我就开始了后，我是一直头壳一直想，一直想，但是无法度随找出答案。我从为国中开始。读到这句话了后，一直到高中拢咧找这个人的身份背景，才知道哇，这个人是虾米人？我甲各位讲吼，这个人就是伫中国出世，因爸爸咧做布庄，伊开真侪钱去用马去甲英国讲，来我捐偌侪钱互你，互我囝徐志摩会当去遐留学。结果徐志摩去遐咧创啥？做三项代志：交女朋友、过船啊、散步。啊，然后看一挂英册，好，啊，迄写诗拢乌白讲，啊，就总当作诗。伊敢若做三项代志，我甲看伊个迄个徐志摩全集，甲看看讲奇怪，你敢若会晓散步，会晓过船啊，啊，会晓交女朋友，然后一点，佫上好个，会使领汇票。你知伊娶几个某无？娶四个。结果大某甲娶了，怎甲等个厝，歹差伊。但是大某付出上济啊！每一届若无钱，就敢敲电话给大某讲：“哎，我阁无钱啊，我伫遮阁得要艰苦坐挂，较紧的汇票较紧寄过来。”伊想讲，我厝爸爸保证真有钱啊。结果呢？结果大某无甲讲：“哎，恁爸爸已经倒啊呢。”伊无考虑到遮啊，我不管哪里，就是爱钱给我啦。所以迄个大某已经安尼用尽伊的性命嘛，去甲人咧卖一寡。农作物吼，我看伊嘛去市啊咧摆摊咧卖，结果因太太一届讲才一工才若讲伊迄阵的钱吼，敢若卖一千块，一日卖一千块，伊怎一千块伊拢总要爱？
甲回归吼，这个了尾啊，叫做徐志摩。当我读到高中的时阵，我读到这个徐志摩，我开始就甲老师讲：“老师，请问这个徐志摩先生，伊的好处伫倒位？你感觉这个人敢会使甲伊模仿？会使甲伊学习无？”哦，我呢，华语老师吼。就说哦，他是伟大的诗人，你当然可以向他学习。我说老师，啊，如果这样说起来，你不就鼓励我开始现在来把咱这个学校里面 的女同学都给怪给骗，这样就好了。啊，我交十个女朋友，甚至我说一个理论，我说哦，啊，如果这样说起来，我就开始每天去交一个女朋友，啊，每个整个学校都给交交了，啊，叫交一百个女朋友，啊，叫一个人拿100块给我开，安尼就好啊呢，安尼敢会使哩？伊讲，那你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啊！我讲错误就是伫遮，伊应该马上甲这个学生甲讲，你的错误伫倒位，就是这个徐志摩先生唔对。但是老师无迄个勇气甲咱讲，伊无勇气甲咱讲，这个人根本就是唔对。伊这上面叫做文学，伊敢那只是老师讲啊，就考试要考你就好啊，甲读好甲背。不过我甲看伊徐志摩一生的背景内底，敢那会晓凊彩佚佗，啊，生到落尾佫唔来死伫倒位呢？伊个一生是遮尼啊悲惨啊，一生安尼遮尼啊无拄好，结果我迄个老师佫看看呢，唔甘愿，伊讲你甲看诗人到遮歹。我阁介绍一个人，哦，迄个人迄时阵要活咧哦，就是啥物人？三毛。阮老师较紧来，阁较紧讲，为着要改变我这个背骨的思想吼，较紧阁去摕一本三毛的册，讲来来来，你看这个三毛作家都袂歹啊哦，这个作家吼，你看伊拢辅导伊学生，哦，照顾伊学生，照顾甲无微不至，哦。连学生安尼看到一片云，啊，学校边上课较紧的来去看迄片真水的云，啊，上课较棒呢。等我甲讲讲，老师啊，这个人是要模仿什么？这个人是要向伊学习什么？伊讲，你看伊偌洒脱啊！结果这个三毛甲罗贝安怎自杀啦？好佳哉，我无向伊学习吼，啊，无就无徛伫遮呢。所以伫即个中国教育思想内底，咱一步一步看到，是咱要教育囡仔走向即个死亡的路去。咱伫生活内底渐渐会当发现到，全世界我想无即种情景。第一个情景就是字句藏唔到所在。即个字句啥物讲藏到所在？当你去买花摊，甲你讲，请珍惜生命。我感觉买花摊甲珍惜生命是啥物关系？两个无关系呢。甚至即摆新闻局佫开始讲，即摆若买花摊的人，你爱甲留电话住址。我讲我敢若真简单，要烘烤肉安尼尔呢。哎，迄个头爸妈讲，哦，你要买花摊吼，来来来，你有身份证我看卖啊咧。啊，恁电话在倒位？我讲是安怎买花摊，都爱。爱佫考你身份证，结果伊讲你甲看这个花团，我本来无咧注意呢，是迄个头家甲我讲，你看，你看，咱即摆花团面顶拢有写一个，吼，1995，结果伊佫甲挂号写一个甚物物件，1995后壁佫加一字，英九救我，请珍惜生命。哇，我看一个单讲，买一包花团，甲这是甚物关系啊？安尼敢有关系？无关系呢。啊，毋过咱就是生活伫即个已经进入无尴尬的状况内底，所以每一届你若佫注意到咱伫周边生活环境内底，那你若甲看，你若毋捌，我去到每一个所在，我拢捌因的管事长甚物人，嘛捌因的镇长甚物人是安怎？因为当我若去到一个所在，就会当看到讲。原来这个哦，这个乡镇的乡长就是什么名？因为伫台当看到，伫一条路
一条路短短一公里的路，插几十支、二十外支的牌的拢写什么？某某乡长关心你。短短一段路，就写一个什么镇长关心你，安尼关心你，关心你。请问，敢若关心你的时阵，路边迄已经路已经一个坑遐大坑，无去甲补起来，敢若踩一支牌啊关心你，安尼敢袂当减免着事故？咱渐渐无法度去思考这个代志，所以一直到即阵，实在咱听到遮济负面的话时阵，咱爱冷静落来，开始去思考讲，我要安怎去改变。所以伫遮，咱先休困一下吼，后一节课咱来讨论讲，咱要安怎改变咱即马现实社会吼。好，无咱直接休息就好，好，谢谢。